你谁呀你？你打我！不想活了你！我是代表古希腊掌管巴掌的神，受死吧你！臭婊子！等等，这是什么超能力啊？难不成是对渣男有伤害加成？ 伸手就能捏住，这坠子居然在打渣男的时候会发光。有病啊！你不松开，文瑞，让他给我松开，否则我打死你！姑娘，你想好了吗？像他这种渣男，就算我松开，可能改过自新。文瑞，垃圾就应该扔垃圾堆里。吴家森，死渣男，咎由自取。文瑞，你坑我是吧？ 这位小姐，今天真是谢谢你，不然我肯定要被那个混蛋打死了。举手之劳。不过你以后找男人还是要擦亮眼睛，像他这种吃软饭的，尽可能要远离。不过我看你身手敏捷，充满正义感，能否请你帮我个忙？帮忙？那个混蛋是我前男友吴家森，他过不了多久肯定还会找我麻烦。 他联合小三，把我坑坏了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。我是文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我叫文瑞。你想好了就来公司找我，希望还能再见面。惩罚渣男，也许可以试试。如果当年我拥有这样的能力，姐姐就不会死了。